记者萧芳起台北报道，贾静雯曾带爱女步步参加实境节目《妈妈是超人》第一季，让步步一跃成为最小网红。最近该节目第三季名单公布，节目海报上也出现加入《幸福有模板》《完美基因复刻》《逆龄生长》等字样，正符合他之前推出的新书《加入幸福慢点来》关键字，确定贾静雯将再度回归，且传出他可能一次带步步本有两个女儿一起上节目，消息传出立刻引起网友疯狂回应。之前修杰楷曾被传出将带步步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节目，当时贾静雯出席活动时被问及此事，他一度语塞，之后又卖关子说这个我不好回答，后来修杰楷否认，现在回溯原来贾静雯语带含义，其实是他自己要带两个女儿参加《妈妈是超人》，贾静雯又将带一双可爱女儿上节目，翻摄自脸书，节目是释出宣传照，证明贾静雯将参与录制，翻摄自微博。